你好，欢迎收看《焦点》，我是杜真林。法马杰尼为卫生部提供科兴疫苗作为公众接种冠病疫苗的加强剂，预料很快将获得国家药剂监管局批准。目前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士，在接种第三剂时只获准接种辉瑞疫苗。然而，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加强剂接种者拒绝接受辉瑞，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第三剂时接种相同品牌的疫苗。按照计算，丰隆同安研究预料，方马在向卫生部提供1100万剂疫苗后，至少会让息税前盈利增加1200万令吉。由于科兴疫苗或将成为加强注射，并将使用为5岁至12岁的儿童接种，以及该公司将向其他国家出口疫苗，因此行家继续看好方马，同时维持净利率测不变和1令吉13仙的目标价，建议买入。